陈情令、日本江波、你妖王一博、肖战等主创。粉丝特意强调两个字，由肖战、王一博等人主演的古装剧《陈情令》虽然已经完结，但经他掀起的热潮却徐徐没有退散过，反而是越演越烈的节奏。继在泰国、韩国播出后，《陈情令》也很快要登陆日本，想来是看到了这部作品的号召力。日方公司还希望在《陈情令》播出之际可以邀请到该剧主创参与宣传，相信会引起强烈的反响。不过由于此次泰国见面会的造成的某些遗憾也让网友们担心不已，希望到时候能真的见到主创。着重强调这两个字也体现了他们的无奈。虽然距离《陈情令》在日播出还有段时间，但网友们早就摩拳擦掌的等待了，到时候要是真的有见面会的话，定是第一个冲过去为肖战、王一博等人打 call。